演员请就位 ，Action。老这么偷偷摸摸的，到什么时候？觉着我们这样挺好的，你说呢？咱们都是单身，你怕什么呀？长安马上就要中考了，我不想他有什么负担。你就是想的太多。往前走一步，天都快了。再说吧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就在这个景区藏着一个杀人犯，他的名字叫周春红。关不住，关不住。婚姻生活不幸福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出来！出来！心生怨念。你出来！王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杀害了我的女儿！你要干什么，王爷？周春红，上个礼拜六，我儿子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已经告诉过你了。我在单位值班，你要是不相信的我，你可以去问警察。这位女士，我是景区管理处的马主任，春红的话我可以作证。你的出勤记录我看了，上个礼拜六你没有上班。上个礼拜六我女儿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把我女儿从楼上推下来的时候，你想过清白吗？我女儿现在死不瞑目，你凭什么管我要清白啊？我今天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你儿子是什么人。周春红，你不要以为你儿子学习好考第一名，那就是优秀，就是你的骄傲。他跟你一样，是那些丑陋的杀人犯。我儿子就是优秀，我儿子就是骄傲，我儿子就是我的骄傲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你给我出来！走！哎呀，给我出来！你要想杀人偿命吗？你杀了我呀！走！你杀了我偿命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以为我不敢呀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周春红，我跟你不一样，
我没有你狠，我没有你恶毒，我杀了你，我女儿能活吗？我让生不如死，钟春红，你道德败坏，丧尽天良！你杀了我的女儿，你还不敢承认？你教唆你的儿子和你一块犯罪，你是个杀人犯！钟春红，走。你想知道真相，是吧？上周六，就是你女儿死的那一天，我确实没有来景区上班。记录这些够了吗？你要是还想听细节的话，我可以一五一十的我都告诉你。我别胡说八道。我和周春红确实是在宾馆，但我们什么都没干，是他勾引的我。看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周春红，你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。以后谁要再让人进广播站，我就让他们给我滚蛋。周春红，周春红，你别走，周春红，你别走啊。周春红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别走啊。就是你说的，就是你说的。周春红，你别走，不能走啊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，周春红，你别走啊，你别走啊，你不能走。